好了，我们看2014的这一题，它有 trapezium OPQR，然后 T 是在 PR 上面，它告诉我 OR 是 18B，这一个是 18B，OP 是 6A，OR 等于 2PQ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OR 是 18B 等于 2PQ。所以我的 PQ 呢，会是等于 9B 啊，除2嘛，所以这个是 9B。So 它要的是 PR，So 我们的 AE 呢，我要是 PR，PR 就是 P 去 OO 去 R，OK，所以它是减 6B，PR 减 6B 减 6A 加 18B。OK，倒反过来再过去，OK，减 6A 加 18B，好，然后接着第二个它要的是什么？第二个它要的是 OQ，O 去 Q，O 去 Q 的话呢，也不难，O 去 Q 就 O 去 P，P 去 Q 哦，所以它是 6A 加 9B，是的，好，然后 B 的部分呢？他说 PT 等于 KPR，然后 find the value of K such that 这一个 OTQR call 里面，OK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有 PT 等于 KPR，PT 等于 KPR，这个是题目给的，KPR PR 我刚刚上面有找到，等于 K 减 6A 加18。B，所以它就减六 KA 加18KB，它在这边它要 show that 那一个 OTQ 是 collinear，OTQ 是 collinear，所以我可以找 OT、OQ 和 TQ 这三个，OQ 有了，PT。PT 是 P 去 T，所以我 OT 我也可以找到。我现在找 OT 咯，我找 OT，我找我的 OT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的 OT 是等于 O 去 P 再加 P 去 T，我的 O 去 P 是 6A，P 去 T 的话呢，P 去 T 呢，刚刚这一边。减六 KA 加18KB，所以它会变成六减六 KA 加18KB。然后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是什么 OQ 嘛？OQ 是这一个，OQ 是这一个，然后 OT 是这一个，然后我就可以讲我的。OQ 和 OT，我用 OT 了，OT 等于 lambda OQ。为什么我不要写 OQ 等于 lambda OT 呢？因为我这边有 unknown，然后这边没有 unknown，没有 unknown 的跟这样放没有 unknown 的会比较容易。所以我的这一边我就有六减六 K A 加18KB。等于 lambda 6A 加 9B，所以这一个是6 lambda A 加9 lambda B，在这一边我可以比较什么？我可以比较的是 A 跟 A 的比较，OK，然后 B 跟 B 的比较，然后我就可以拿到的就是说我的这个6减 6K 等于6 lambda。18K 等于9 lambda 这样，OK，我其实是在这一边这样的一个比较，AA 的跟 AA 的 coefficient 比较，然后 B 的跟 B 的 coefficient 比较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这个除下去，所以我的 lambda 等于 2K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。然后 sub 我的 equation two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我就有
六减六 k 等于lambda 等于二 k 哦，然后六二 k 12k 加6k 等于6，6等于 18k，所以 k 等于618等于130，然后我的 lambda 等于2乘130，这一个是 sub lambda 等于130 into 2里面，所以它是230，不用了吗？其实它只是要找 k 嘛，所以 k 等于130。这个就 set 了，k 等于130，k 等于130，对，6a 加9b，好，可以的。